直接一口，然后配一个香肠，好吃。真的吗？试试看，真的好吃。这个目前现在是都有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都有。好 ，OK。你要草莓？嗯，我有了。好。嗯，我叫一份巧克力，我们叫不一样的，还是不，还是有在上课，真的，老师是韩国人，对，韩国人，哦，老师是看起来很好，我之前好像在台湾是先开韩国料理。哇，好吃，好萝卜啊，我萝卜很喜欢。好，萝卜很喜欢。好，要吗？要。萝卜各一个。이제조금만것봐很值得。有吃鹅肝吗？鹅肝是那个冰棒吗？不是，那是鹅啊。鹅啊，嗯。下去做的。没有。是炒的，就是炸，就是把它用好之后下去炸。嗯，很好吃。这个大蒜你直接切吗？对，直接一口，然后配一个香肠，好吃。真的吗？试试看，真的好吃。试试，那你不敢就咬一半。可以咬一半，真的好吃。嗯嗯，一定要配饭头才好吃。我第一次吃这样，真的、哦。大蒜跟香肠一起吃，像我们台湾人都是这样子配的吃。哇哇，都好吃，好吃吗？哦。Guess where I'd rather be tonight. 我让那一次。谢谢，等一下，谢谢。Yes, playing with fire with you. Playing with fire with you.真的，我真的想睡觉。
你要给我两只，帮我包好不好？谢谢。这是腰子，会不会太暗？这都是你喜欢的吗？没有，想说这个对身体会比较好。哦，好吃，它这个是中药，还保养的，对对对对，养生的。哦，就刚好很需要，很需要补一下体力啊，对啊。这个很辣，很辣，很辣。你们不是很喜欢吃辣吗？喜欢呢，喜欢，喜欢吗？嗯。但是还好吧。辣，辣的这个感觉有一点不一样。刚好。嗯。就没有骨头吗？有，中间有骨头。啊，对嘞。啊，有赞。不要打开。啊，对对对。啊，你好，现在火车哦。哦。吓死我了。嘿嘿嘿。Thank you.